接下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14到20度，有3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屿全日12到21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9到20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就有3度，高温18度。嘉义阿里山4到16度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只有-1度，高温有15度。台中和平4到14度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7到13度。新竹关西兼15峰，最低温在兼10，只有2度，高温13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7到13度。宜兰大同南澳7到17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5到18度。秀林万荣7到18度。受风封冰12到19度，有3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14到18度。竹溪玉里富里1到16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16到19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在海端8度，高温17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3到20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10到20度。兰屿19到21度。外岛连江金门澎湖11到18度。